赖一想看到主管传讯息来，立刻跳起来，下一句该怎么回？原来超重要，就说好，马上去做，可能会好的，然后加个波浪 ，OK 波浪。有网友在 PTT 上分享，主管用赖交办事情，他简短回了个 OK， 结果主管大爆气，痛批他没礼貌，以为自己是主管吗？他不飒飒上网发问，这样回哪里不对吗？与其 OK， 不如说收到了解，然后我会去处理，这样会来得比较好。OK， 这个太奇怪了吧？如果你跟主管很熟，才会这样回。有的主管他很在意，比如说这种职场伦理啊，我有回就好了。网友笑说应该回辛苦了，建议工作上一律都回好的收到，有的人甚至会加码传敬礼贴图，但究竟怎么回才恰当？他会建议员工在回复 OK 或是收到之后再进一步的说明这些工作的细项还有交件的进度。职场生存每个百百种，和上司用 LINE 沟通也得当作是面对面回报，用词仍要谨慎，否则一个不小心恐怕就让你回家吃自己。这张子林佩杰台北采访报道。我们来帮大家来科普一下下喽。好，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会还原变成了水哦，这个换句话说是完全不残留，也没有任何的污染，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，小朋友 baby 儿童孕妇完全都可以用，欢迎大家上快点购。